engine 发动机、机车，这些意象显然跟工业革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而早在工业革命以前 ，engine 的前身被人们用来表示天才、诡计、手段，后来丧失了抽象意义，转用于具体的意义，指发明物或器械。19世纪 ，engine 转而指蒸汽机车或火车头，比如未挂列车的空车头就是 empty engines。现在 engine 多指发动机，汽车发动机就是 car engine， 发动机故障就是 engine failure。